说你呀，噶罗阿婆那个咋哩？当年啦，我还说原住民族日给生，阿伯在给他安尼哦，不一那1994在哪呢？1994在哪呢？说噶罗阿婆那个咋哩？当年啦呀，早不无论当那阿奶，嘛的六百五组，嘛当阿奶，那个一些那在哪呢？嘛没啥，拜了给他怎么走了？一些嘛走路那早不无论当那咖哩，我那怎么的嘛呢？花那我那三包，嘛个些干能嘛嘛能嘛当阿奶。说俺那做家里一些呀，俺咋个那个没呢？早不无论你们把菜嘛当俺来，所以呀，原住民族日给生，嘛的脾气给他怎么走了？嘛个那种原住民族俺那一些嘛当俺来，你们把菜怎么走了给他？家长无意间发现，这本儿童作文读物上竟然出现花莲一带有很多山地同胞。阿美族的文化本来很落后。日前在政大学生交流平台上，有原住民社团成员指出，校内学生揶揄原住民穿露背装叫做“后空翻”，玩笑中带有歧视意味。在那那妈咪说，白老乌那嘛是出入乌波咖哩咖哩，那个一些妈妈摸了什么什么乌，乌那把一些那些那的摸里巴乌。干了嘛的嘛能个嘛当阿奶，嘛该一些莫话那早不乌龙，一些那嘛当阿奶，他们那利息给打低啊，嘛给不住呢。对啊，阿拉奶那三地同胞，对啊，对说原住民，嘛在为嘛个做啥失败？啊不错的一些那许多阿拉古老子，一些那比比邻的原因团体，刚能到了上海买的叔叔呢，刚刚母子到不了忙阿里阿里，那国家他们那提那案是那多。大陆籍的都认为，你这样的话，我们城里同胞这种像兄弟一样的期待关系，会因此被切断。台湾本土人就是所谓的台湾人。他们就跟我讲说，郭医师啊，卖国公啊啦，卖国公原住民啦，阿里变原住民，阮这台湾人都变假。我们自己对权力的主张有关系哈，就是我刚才提到说，充满政治的意涵哈，因为它代表原住民的原来住在这个地方的自然主权的主张，充分代表了哈。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是一个垦殖性的社会。马德鲁斯族无罗之本，早无布隆嗲马噶纳诺马达阿奈，原因团体灭了脑族马咖哩咖哩，嗲马是灭尔那早无布隆，马噶说马在为族满在纳纳。从开始到部落说封闭不敢请我们进去啊，啪说我们这一批人是，暴乱分子，是煽动分子。我们到部落去做这种开放式的讨论，有时候租不到场地嘛，就在灯下就这样就开始讲了，警察还在关注我们。阿伯在朝五五龙当那家里，噶得的利息给嘛达都是二部，嘛的各部朝当那应的是，嘛达拉瓦1994在那呢，国民大会调组嘛的道路修宪，原民团体把这本个组。干了大不了，因妈咪那比比邻的木渣渣，把多路湾的满山的打鸟啦，马不吉利原住民族宪法运动联盟，把四百的湾呢，马不三四百的打鸟啦，原运团体木不少中山楼都不如鸟，都马都多路咖哩，咖哩马湾呢，马达国代马的其他都可以说原住民当那条款，而且呢湾呢没说，木不少立法院都马都多路无理马咖哩，马做不我。乌那族马布山四百的环岛说明会，马达拉瓦干那么沃呢？马布山多路打鸟啦，马的胳膊多路没得说，早不乌龙，莫个啥凯德格兰大道没说，噶往往不说原住民族他们那咖哩马自己族。我们几波的运动几乎都是以台北的大专学生为主，还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所有的牧长比较愿意站出来。我们也配合一些的我们的立法委员跟国大代表，这个引起很多各界，特别是那些学者的关注，然后就开始发表一些
论文啊、文章啊来支持。马祖文武也是那隔壁读文呢，马不山阿罗达尼亚国民大会表决，阿不在原著白刷遭不服从他们那条款。1997在那那，俺那原住民对刷住原住民族的身，马不吉利人民会，我那住原计划他们那阿扎尔，马达拉巴马西尼白刷俺那他们那建立，也是那俺那米达，也是那俺那他们那俺那达不认住主人。那个朝不乌龙嘛，等阿奶嘛在一边住嘛，不算在那呐。不会说反族群歧视法，也是把那立法院点嘛不来，也是那后来就当那姑姑子，嘛该也是多么多堵路台湾当那喜爱，我那把一堵木路不会说原住民族干了嘛，蛮能小了巴扎嘛来叔叔呐，免呐，也是那比比另一嘛来叔叔呐点证明权嘛心里。第二把阿拜在那社会，第二给巴都是造，把的蛮能一面，把你他妈都堵路咖喱。